你在听余丁密之前不知道苏打绿是谁？哇，刚出生是不是？听起来真的好像国中耶，15岁，15岁，大一哦。苏打绿这个团都比你老。我脑中一直浮现笔记本啊。余丁密演唱会，清风狂开车，阿公模仿布兰妮挥刀辣舞。小甜甜布兰妮双刀舞超好笑，余丁密10月30日举办演唱会，不过他们 talking 环节比新颖还要精彩，还爆现场气氛。你在听余丁密之前不知道苏打绿是谁？哇，刚出生是不是？听起来真的好像国中耶，15岁，15岁，大一哦。苏打绿这个团都比你老，这个手很准的，这样就是10公分，每次这样就是10公分，就是上网。开始看 A4 是21×29.7。对啊，我就是卡在这件事。我觉得 A4 太大，但是我又觉得 B6 又太小，所以我后来我觉得我应该要买 B6 才对。我只听到18公分，所以对，我只听到18公分，我没有放在眼里。你说 B6、A7、K6，我都听不懂是什么。K6，你说 K618公分的部分。你还有15岁的小朋友在。我脑中一直浮现笔记本啊，是你提醒我往前去展望，望我内心家恩去化成花，我被写在你的笔记本里啊。将近4小时，几乎快上到午夜12点，余丁密又关心起未成年的粉丝，就不能让他太晚回家。哪一家？你叫你爸爸妈妈跟我说。好，他说好。先不要，不是很擅长跟陌生人聊天。我知道你不想